感觉好，就是像那能在班会的杨子，俺俩想吃鸭肉，俺俩就在鸭肉，那能吃喽。先煮点猪肉条，让厨房给它炸炸。就是鸭肉劈两半。哎呦，好费劲！为了危险啊！我已经找到媳妇了。妈妈，还有酒酿。啥呀？还有酒酿，还有酒酿。吃完饭再去。好吧。吃完饭咱俩吃，回家了咱俩去。好了，洗好了。看这里啊，妹妹。你看。还比我妈厉害了，比咱妈厉害了，他妈差几个，他没突然你没有那么厉害。嗯，哎，这俩还可精心了，这二哥估计咱妈是厉害。我好嘴真甜，应该说我说他嘴真甜，应该说我再去买个新的嘴。哇塞，水滚进了，把土豆放里煮煮煮熟它，煮个七分熟，让捞出来炸。我咱俩一天一壶。好嘞。现在炸好了，给它捞出来。我输掉。二猪已经馋得不能行了，想给二猪弄个薯条。现在开始煮鸭头，然后给它。葱姜蒜大料香烟桂皮加里啊，然后倒一点生抽料酒，加一点老抽，好，等到水开了让倒鸭头。现在水开了，给这鸡鸭头倒了。中了，我现在给这鸭头捞出来。现在鸭头已经炒好了，开始翻炒了啊！煮好了吧？嗯，这个煮好，我说的不是煮好吗？加油，让给煮好的鸭头倒进炒炒。花椒、麻椒还有香烟、辣椒倒了。想不想啊？不尝一下啊，白打出来了，输一。